线上的，我去别人的线上的吃，来回吃，帮助经济领先。猫神这下命中大招之后，干掉魔人伤害，直接收掉。是的，是一猫吃二狗。哎，没错，走完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，这波牌神男要一打三，走不了，西楚霸王项羽没经济也不能走、啊，他只想守个塔，哪吒就炸一下就跑，也是要值得去看的一点。老杨挖死了，没错，没有任何的办法。哪吒 ，fly 这边再被顶回坑里。直接飞二狗，二狗这里走不了了。曹操直接带走干将莫邪，神男的被动激发、哦。哎呦，好弱啊！这个项羽没有后续。我们看看，直接飞干将莫邪。这个吕布是真的痛。哪吒再飞到一半，选择断线。项羽冲回来，并没有顶回人，但是刺痛已经顶了第五下塔了、哦，交出第一个复活甲，这下炸到后排。忍痛，复活起来战，二神再次被鱼鱼打得很疼，都很痛。这边的话，艾伦刚才下一个平原1404的真伤害暴击，艾伦目前来说性价比不高。当弑神之书的武神，这是为了捡 CD 啊！陈鬼被粘住，直接砍死闪现走。粘住啊！我很想救一下，感觉似乎不好办。还能炸，好机械！项羽过来，一个大招开启，这一波还交出了自己的复活。项羽蹭死了，无痕只能去炸到老杨。是强开主打得好快啊，因为有干将莫邪、啊、等一下看看他们今天败没败主宰、哎、败了，这家伙感觉要被刀塔一砸掉，看那一瞬间吕布直接原地大招起了落地先打老杨，这边选择这个滑死，哎，哪吒这个位直接飞太痛了，直接把干将莫邪斩掉，还在追玉这边吃不消杨戬了，感觉曹操加杨戬还是有点刚，暴击打出来依旧是没有办法避免自己被击杀的一个命运。没错，今天败了主宰是没错，但是现在这个局势感觉有点尴尬。闪现交出来一个大招，陈轨被诸葛亮一发元气弹带走，老杨一个人中路东皇太一带现代的超级兵，队友赶来汇合，让我们还有非常多时间23秒，让我们提前恭喜 QG Happy 赢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他这个他还隔墙一技能直接击飞了武魂。技能出来，再往前追。五、哦，这个平 A 啊，神盾还要进场，换掉了。没错，这波反手三段全部吸回来，但是这种感觉这拳轰两个要打干将莫邪，直接杀了张飞一口。这一口毁天灭地，去感觉喷火龙一样啊，感觉落地。这时候飞反被吕布跳起，感觉这个飞的有点不大理智。神鬼真的变鬼了呀！哎，怎么样嘛？哦。没有抢到，为什么一点都不激动？会不会有产生不一样的结果？二狗收到这个人头，但是自己也没有办法一换一，难走。诸葛亮闪现撤离战场，吴恒还在追击，但是被打了两个飞剑，依旧收掉了达摩的人头。装大闪，吕布落地，一个被动的方天画戟，一个收掉。是，目前的一个阶段，对于其实两条边线压力比较大了，长刀这边被强切，诸葛亮一发，哇、啊，这个位置蹲的好深啊！是的。杨戬、达摩、吕布一人一个双魔抗，真的是打不动。是，没有办法。是，因为原地打张飞加吕布这个拆塔组合没说，但是这边达摩可能要被打死，还是被东皇太一换掉。不过这个塔可能要不了，陈轨直接选择飞配合。哇，这直接是飞到二狗，哎，这边二狗飞这个叉叉，那直接是被辉月打掉。没错，而另一边应该是个斩杀带走了张飞。没错，这刀地打得很僵持啊，就感觉没有什么特别果断的打法，有意思。吕布这边还没有选择进场，很有机会啊！这个真实伤害，吕布好可怕呀！哎 ，fly 神之一狗有没有？哎，牛再牛！没错，基本上等于半个远程，他们憋得到了。你打我归打我，我每次真实伤害暴击就让你我比你还打你，你更吃不住。又来，一次破不了两次破。荒地为牢，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战术。哎，在上个赛季比较多，哪吒开大。露娜在切后排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切死这个干将。辉月直接交出来，吴恒在找机会进场，直接被张飞吼了出去。吴恒只能进去再出来，然后再被粘一下。这就是辅助老杨的能力啊！不行啊，我看到一个白字暴击，好像2700多，这挡不住啊！我们看正面三个人满血状态，强拆，能不能受得了？吴恒还在找，叉叉被打飞了。让我们恭喜 QJB 2-0。